wani jale da da kula di banlo wan wani nyaga do yenge wondo shebi la ful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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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ko ala na mungu mungu mimi hal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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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ko ala na mungu mungu ingele na mungu ya shebi wado mwaji tatako kitu shebi. I do not be one evil, Gashabi. May I the tab of my Annie Taco Daddy? But I'm going to that a little. I'm going to have a little. Woman, Sien Zai Zai, Sodafi Dakasu, Wei Yu, Tangba Gong Dada, Ji Liang Yu, Fen Lei Shi Yan Shi. This is the last stage of the test of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 That is to say, besides the assessment of the material contained in the material, we also need to know the length of the material, the color, and the brightness. To obtain the ISO 9001 system certification, Sodafi Dakasu Company took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聚丙烯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污染问题。这一系列监管措施被分散到从棉花采摘直至出口的全部过程中。以前采摘棉花用的是尼龙袋，就如同装大米的袋子。然而这种袋子给工厂带来一些问题。现在我们采用棉织袋，这些棉织袋给分选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这些棉织袋有两个兜子，小的用来装废物，大的用来装棉花，这些是尼龙袋所不具有的。正是由于欧盟的支持，索达菲达克斯公司才得以向棉花种植者提供这些新的采摘工具。质量是我们塞内加尔棉花的标志。在国际市场上，非洲棉花被指责受到污染，特别是聚丙烯污染。但实际上，非洲棉花并不比其他产地的棉花所受污染更严重。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进，以降低此类污染。自从2005年起，我们通过了 ISO 9001认证，正是基于此系统，我们能够听到客户的要求，而这正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实际上，在整个棉花生产基地，绝大多数棉农都采用了这种棉质口袋。至于那些没有使用棉质口袋的棉农，则是通过使用草本编制的篮子，以避免各种污染。一旦棉花采摘下来，就将被装在有侧栏保护的马车上，并直接运往封闭市场。以前我们把棉花存放在家里，但自从有了专门的用栅栏封闭的市场之后，我们就不再放在家里了，因为这种方法一点不安全，而且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也会弄脏棉花。现在我们直接把收获的棉花送到封闭市场，那儿更安全。这些封闭市场和索达菲达克斯公司的其他革新手段均是在欧盟的财政帮助下得以实施的，它们标志着棉花质量控制的重要阶段。今天像贡德湖这样的封闭市场在整个棉花产区内越来越多。接着，棉花被送到离封闭市场最近的工厂，如卡昂纳、科尔达、给都固、唐巴孔达或维林卡哈。
卡哈的工厂拥有一整套非常先进的脱棉设备，索达菲达克斯公司为此投入了近20亿西非法郎。我们拥有一系列先进的生产设备，包括一台加工机、170聚轧棉花机和两台128型号的冲洗机。维林卡哈工厂的产量占整个索达菲达克斯公司的40%。该工厂还向邦达黑道里电台提供赞助，以建立同棉农之间的长期互动。以该电台为榜样，其他地方电台如吉吉三贝和讲给马哈也同样得到索达菲达克斯公司赞助。这些电台的职员们播放了很多有关农业的节目。尽管人们有了一定的认知，并且有一些使人信服的成绩，但号召棉农抵抗聚乙烯、聚丙烯及其他所有形式的污染的工作并未减弱。因此，整个棉花贸易链条通过以下手段被保护到了极致，例如以大包进行采购，用帆布进行隔离，用布巾进行包装，所有以上的过程所使用的物品全部都是纯棉制品。今天下午，革新培训部的人员正在对梅蒂纳蒋村的棉农进行现场操作培训。索达菲达克斯公司所采取的质量管理体系正在成为一种可输出的模式。目前，一个东非代表团和其他邻近的非洲棉花组织成员国的技术人员正在索达菲达克斯公司学习经验。和非洲东部国家相比，塞内加尔在对抗聚乙烯、聚丙烯污染的斗争中远远走在了前面。通过了解索达菲达克斯与污染进行的斗争，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塞内加尔抗污染的经验，因此我们也要对棉花污染采取措施，但这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我想我们的组织非洲棉花协会在国际贸易中心的支持下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这些进步无疑会对非洲棉花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正是由于其强力的质量品牌效应，使得索达菲达克斯公司得以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及泰国进行出口，同时向非洲的摩洛哥及突尼斯进行出口。白色黄金之战是否将走向胜利呢？对于采取了聆听客户需求策略的索达菲达克斯公司来说，光明就在前方。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保护好塞内加尔棉花质量的良好声誉。我们同时还想获得环境安全认证。